大日头卡，不落葫芦时代来采收红茶茶青。虽然天气炎热，大家也未感觉辛苦，因为专种红茶，可因的收入变稳定。有比较好一点，以前我们都没有种什么，种菜也是种不太好。现在就是刚刚种这个红枣，现在我觉得蛮好的。新义乡农会为着改善露水溪山部落较困苦的农业环境，特别辅导其中四个部落来专种红茶，并免费提供大地18号的树栽啊，甲农药等等。经过三年的时间，所采收的茶青品质真好，新义乡农会也相当看好。啊，现在我们农会在地利县四个部落哈。从2010年开始推广试种这个红茶，到目前已经大概满三年。那目前试种的面积大概接近10公顷。那从今年开始就陆陆续续有大概3-4个农户啊，陆续续开始啊，陆续慢慢的采收。因为我们这边大概试种红茶的大概海拔高度大概都是在600公尺以上，那所以这边的气候环境都还算不错。我们是尽量请他们。尽量不要去施用一些农药。也因为这些部落离这个潭只有10到15分钟的车程距离，农会也希望未来会当加入到这个潭的红茶销售市场。因为部落居民发现，专种红茶，因的收入变稳定，也增加了部落的工作机会。因为现在种菜是，它的价格是不稳啦、啊。啊，茶叶是因为农会这里给我们保证收购这个茶叶啊，对我们现在经济的有一点改善啦。我很感谢农会在三年前辅导我们种这个红茶最近对我们这边的工作机会是蛮多的，因为有一些工作都请工人上来耕作拔草这样。新义乡农会也表示，目前拢以市面上关价来保证收购四个部落的红茶茶青，也希望有更加侪农民拢会当加入来专种红茶，增加产量，部落红茶则更加有竞争力。记者金木山采访报道。